肯定没问题啊。黑鱼太少了，就是鲫鱼，鲫鱼跟那个鲤鱼多。哎呀，八点钟了，兄弟们，八点了啊！我几点钟开播的？我开播多长时间了？我看看，能看到吗？我好像看不到啊，看不到。点点赞，兄弟们啊！点点赞，点点赞，点点赞啊！点点赞啊！点点赞，我那个今天俺这来两个江苏的，闲货少，完事也去天津，听说一天三四十斤鳝鱼啊，对，确实，半个月左右吧，半个月啊，半个月左右，十月份，一个月没问题啊，一个月，有没有搞两百米啊？两百米，啥两百米啊？兄弟们，咱们点点赞，帮帮忙啊，好不好？帮帮忙啊！帮帮忙啊！哎，我那个商品上个车，兄弟们，我把我的商品呢上个车啊，咱有需要的咱直接拍就行啊，有需要的咱就拍，就 OK 了啊。哎呀，哎，十月份肯定是没问题的啊，十月份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把那个支架放矮一点。哎，小黄车里面咱需要的咱就拍哦，需要的咱就拍，哦，需要咱就拍啊。那个天气越来越冷了啊，特别是这个啊，兄弟们啊，就是六号连接，六号连接就是有，如果说咱直播间里面有冬天干活的兄弟们，你们可以来一单啊，这个鞋子冬天干活。你不管是搞大头的搞小头的，穿那个靴子特别暖和啊，特别暖和。因为我也穿那个鞋子，我也穿那个鞋子，我冬天都穿那个鞋子。我那个鞋子不知道被我放哪里去了，找不到了，要不然就拿给你们看看了，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。感谢我头哥啊，感谢我头小师哥啊，感谢感谢感谢啊，要咱就直接点进去啊，点进去直接拍。啊，你穿多大，穿多大拍多大就行了啊，就是小黄车里面六号连接，六号连接啊，六号。我那个上不了啊，那个上不了，那个上不了啊，业界温度低的时候就抓不到了吧，差不多能抓到啊，能抓到，能抓到。你看我现在穿短袖了，看十月中旬到十月底肯定是没问题的啊，能干啊。虽然天气比较冷，天气冷的话你那个现在这个时候下网你就光秃秃的地方你就别下了，你就专门找那些草垛的地方，一坨一坨的草你就专门下那种地方。现在天冷了，鳝鱼基本上抱团抱团了，出来找食吃了，懂吗？我又发现一款好的下水手套啊，再好的手套你记住了，该坏还是要坏的啊，质量好的手套该坏还是要坏，没用的。就像我们平常人穿的下水裤一样，对吧？你买一百多块钱的，两百多块钱的又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都下草里面，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下草里面嘛，光秃秃的你就别下了，光秃秃的尽量就不要下，是比这什么的不能上面，还是挂在脖子上面的吗？对吧？来，兄弟们，我那个介绍一下小黄车啊，我介绍一下子啊，我介绍一下不就，等会儿就不介绍了啊。一号连接啊，鱼包啊，就是只要是放什么鱼都可以啊，放什么鱼都可以。啊，放鳝鱼啊、泥鳅啊什么的啊，平常我们钓到鱼啊都能放。啊，要的咱就直接下单。还有二号连接下水库啊，姜太公下水库啊，里面有冬天用的、夏天用的啊，有背带的、有全身的都有。
啊，都有，还有三号连接雨衣啊，雨衣啊，但是雨衣现在说实话拍不拍的也无所谓啊，就是没有季的时候去可以拍，但是现在以后就没有雨了啊。还有四号连接镰刀，啊，平常是我们下锅的时候用的镰刀，质量呢也是非常杠杠的啊。啊，但是你要专门下锅的话，割个草啥的，那肯定是没问题。我操，你不要割那些特别硬的东西，那不行。这玩意只能割割草，下下网用。啊，五号连接手套啊，就不用讲了，手套啊，手套啊，还有六号连接就那个靴子，我那刚才跟讲那个靴子，啊，靴子，还有七号连接啊，随身的电子秤，啊，就这个，要的直接下单就行了啊。要的就下单，不要的咱就不下单啊，进去看看也行。哎，这个没什么啊。给我定做一套200丝下水裤啊 我跟你讲啊，大哥，你要200丝的下水裤给你穿，我跟你讲，你走都走不动啊！我跟你说实话，真的，我那兄弟看见你很开心的，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爱上我了？开玩笑啊！哎，可能就是说缘分吧，我四哥缘分啊，缘分，也可能你就是说看到我这个人，就是说怎么讲呢，就是没有那么烦，就是看的话就是比较，可能看兄弟我就比较顺眼的那种，对吧？可能是这个意思，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可能是就是这个意思，看到就感觉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好，就是很顺眼，看起来没有就是说那么烦人。那么烦人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没法定住啊，没法定的。我感觉你这个人挺厚道、诚实啊。诚实这个怎么讲呢？哎，就是一个老实人呐、啊。说实话，真的，咱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，实实在在的。咱也不玩那些虚的，咱也不玩那些什么花花肠的，不玩那些。你说你现在的互联网上对吧？基本上对不对？你不玩这些东西多了。我今天没下呢，后天下。你现在有几个干活的，几个人在一起，他不跟你玩这些东西的，多了。哪个心里面没有花花肠的？有吧？那到最后呢？到最后基本上都是各奔东西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就是说，走着走着就散掉了，走着走着就散掉了。每个人都有心思。其实特别像我们在一起下网的人呢、啊，说实话，我就搞不明白那有什么心思，有什么心思？来，每天下网对不对？你下你的网，我下我的网，我也不跟你在一起下。那有什么心思？每天对吧，也就是每天晚上在一起吃对吧，他下他的网，我下我的网，他往东我往西，他往北我往南，对不对？他每天逮多少货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逮多少货也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就这样，就是两个人每天晚上网下完了回来了对吧，吃饭你可以在一起吃，吃饭你肯定要在一起吃啊，对不对？你吃完饭对吧，两个人吃完饭该算账算账，这个东西能有什么心思？能有什么还这个那个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有的时候你高兴了，对吧？你哎，妈，你给我买包香烟抽抽，你给我买瓶饮料喝喝，对吧？那无所谓，对不对？那无所谓。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正常都这样，要不有时候我买饮料给他喝，买香烟给他抽，他有时候也会买香烟买饮料给我，这不都是互相的吗？哪有什么心思啊，对不对？都是互相的，只有互相，你才能待得长，才能待得长。感谢我四哥啊，谢我四哥，兄弟，我昨天铁丝穿效果好，睡觉了，好嘞。我以前也是很实在的，跟呆子一样，遭过毒打就变了，毒打。被人给揍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毒打的？这叫公情。
人都是互相的，你对我好，我也对你好，你对我不好，你说，对不对？行，那四哥，你早点休息啊，真的啊。说实话，你也没休息啊，顶多也就是扒扒手机，玩玩手机再休息。意思就是说，上过当，受过骗。受过骗，只能说吃过亏哦，只能说吃过亏。切，说，啊。